传说中200万辣度的四神辣条，我看你是不是两步。哎，来了。小李，今天买了你喜欢的辣条。嗯，昨天给我吃的，肯定有问题。哎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。我是那种人吗？也是，大哥从来不害我。那我试一下。哼，看你招不招。嗯。哇，真够味儿。嗯。辣真香。嗯。哇，还有没？哎，死神都不行，还给我。听说这个教练大象都能撑住，今天让大哥来试一下。哎，来了。哎呦，你咋了？没事吧？别管我，先拿箱子，那是我的惊喜。哦、惊喜？那啊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给你的惊喜啊！嗯、你，真香、啊！哇，好爽啊！嗯，看你爽够。哼，你天天吃辣椒，今天你要能吃出个花样给粉丝看，我这100块钱就给你。哼，你就在送钱，随便你吃出四种花样。首先第一种是生吃啊，真香、哦！哎，第二种弄熟了吃，这不很普通吗？别急，第三种榨汁喝。对，好了，哇哦，哇，这个厉害！还有更厉害的，第四种做成辣椒雪糕。啊，特别适合这个季节，牛批！给你点个赞。等一下，那啥都没整干净，你就敢吃啊？放屁！别人都弄干净了的，那都是表面，要做深层次清洗才可以。来，我帮你，先加点油，润滑一下，再裹点粉，做好保护，最后来个内部清洁。大哥，这回绝对吃不出那味了，是没那味了，只剩辣味了，谁吃啊？哎，那我吃。什么人啊，天天吃这么多辣椒，天天搞吃了，总算被我逮到一回。嗯，拿错了。嘿嘿，旋转飞蛇发射。哇塞、啊、哎，到手。嗯，假的，你还给我。还给你，没门。咋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当然是辣椒啦，我是四川人，就爱吃这个。哼，咋的？大哥，你这鼻孔不掏给你吃了，拉肚子的啊！没事，我帮你处理一下。先做个简单清洗，再来个深度滋润，打点爽身粉，最后疏通一下，掏干净了，这下不会拉肚子。这么多辣椒还吃个屁啊！哦，那就我吃了。哼，刚才客欢迎你，终于来了，这下又够下辣椒了。啊，撞人了，好痛啊啊！我都没碰到你，你不要瞎说啊！我不管，你看你把我 X 光片都做出来了，除、哎、非 你把那头肉给我吃，不然我绝对不起来。哎，给你这个无赖，嘿嘿。妈真香、啊。嗯嗯，爹，我是正义之子，你说谎骗人，给我嘴上。叮叮叮，这个我喜欢。有了，炸！啊、我的辣椒、嗯！谁啊？我是宇宙文明护卫队，你乱丢火星，给我走开！终于来了，今天给你个惊喜。嗯，恭喜你召唤了伟大的阿拉丁狐神。我还没擦呢。那不重要，我现在可以满足你3个愿望，但是要把你的排骨给我。我不是图你啥，我就是想看你善不善良。善良，我当然善良。还没想出来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下班了。哎，明天啥时候上班？我想好告诉你。总算来了，今天可是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发财了，果然中计了。哇，今天真是走了狗屎运，就是现在炸。这怎么玩意儿？大哥，我刚掉了1000块钱，你有看到吗？哎，好像有。那太感谢了，你这个这么多辣椒是给我准备的吗？哎，你吃吧。哎，大哥，怎么找一下？听说猪肝可是名目不学的，必须给他搞到手。这么样的少年，我在 M32 星云遇上了怪兽，现在身负重伤，可以把你的猪肝给我补充一下能量吗？为了光，
大口吃。太感谢了，请你稍微回避一下，我们奥特曼的吃相不太好。哦，理解理解。嗯，真香。哎呀，打死了。喂，张丽，这是你。等一下，你这猪皮一看就有问题啊！来，我帮你消个毒，先做个简单清洗，再做个马杀鸡，再加点润滑油，炸，撒个爽身粉，完事。好了，细菌都被拉死了，你吃吧。再吃个屁啊！我也被拉死啊！哦，那不能浪费。哇，太变态！哇、哦，这个好喜欢，必须给他搞手。这可是必经之路，嘿嘿。一会儿他摔倒之后，吃的肯定掉在这儿。哈哈哈哈。嗯，你这弄什么玩意儿？老人小孩摔倒怎么办？关你啥事儿？赶紧给我清理干净。好的，马上搞完。啊，这么冷天，小李还在做义工，小李辛苦了。这碗关东煮给你暖暖身子。哇，太爽了，我下次还要做好事。哼，就买一根肠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哦，哎呀，喂，捡一个肠。嗯，怎么这么多辣椒？你吃啊，敢抢不敢吃松包。来来。啊，真香。渣渣，哼，说谁呢你？啊！哼，又一个人吃独食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按照三乘八减二等于十八的原理，我撞上你之后，猪尾巴的位置一定是落在这儿。嗯，快闪开，闪开，危险，要撞了！啊、你什么你？这下好了，只有我自己吃了。真香！哎呀，哇，爽！哎，总感觉哪不对。有好吃的，我来给你加点料。嗯，嘿嘿，拿给我吧，他这么缺德啊！你别笑，赶紧给我！哎，大哥，别浪费啊！这都不知道谁的臭袜子，你吃吧。我吃就我吃呗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。太爽了！今天给你来一个爆辣火鸡面，嘿嘿！哇哦！哎，来了！哎，小李，给你准备了你喜欢吃的面。哇，肉都没有，你别乱说，我不喜欢。真的，这个口味你绝对喜欢，有辣椒哦。那我试一下。哼，看你有多厉害！哦，还可以啊。再加点辣椒。真香啊！太爽了！但是我也请你吃好吃的。炸！请我，今天给大哥来个美人计。哎，来了，少年，我是白雷公主。刚才有个婆婆给我吃了一个苹果，我好难受啊！我可能中毒了啊！要咋办嘛？平时我们家七个保姆都是用肉给我解毒的。哎呦，看你手上那头不错哦。就你可以，但是不会要以身相许吧？哼，虽然我平易近人，天生丽质，但山鸡哪能配凤凰呢？哦，那我就放心了，你吃吧，别跟着我啊！这美人计果然好用。太爽了，过完马上可以大口的吃啦。哎呦，这点肉一点都不爽，一口就没了。我过了好久，你陪我。哎呀，别生气，陪你个大的。这还差不多，等一下还得加点料。都咋吃嘛？你问粉丝谁吃白味的嘛？你不吃我吃。嘿嘿，喂了，喝杯水。行。哎呦我的妈！哇，这酸酸咸咸还挺好喝的，这茶水啊，秘密。上次说请大哥吃东西，今天我请他吃一个我自制的开胃小菜。嗯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哎，大哥，来试下我自己做的五谷凤爪。你做的？放心，绝对没有多加辣椒啊。既然你一番心意，那我就试一下。王后这么信任你，你竟然骗我！这个明明就加了啦。啊？这没另外加，这才叫另外加。炸！真没口福，我回去慢慢吃。隔壁大哥，我刚看到小李买了汉堡，在哪儿？去楼顶了。我今天一定要让小李付出代价。哎，这么巧啊！巧什么巧？我特意来找你的。啊，找我干啥？把你手上的汉堡交出来。
嗯啊，你确定？我确定。那你必须吃完，不能浪费。这么小看吧，我还能吃不完，两口就没了。啊，吃啊，两口。啊，我刚上厕所忘了吃了。哎，你先吃。渣渣。还想抢我的？哼！